是让自己做，让自己做。他说话就是，亲亲，打蜡，他拉屎。他就这样下，让自己做，让自己做，看自己来。下个没完。然后呢？那他也是我的好儿子。他是男孩呀、啊？不确定。一会儿是水，一会儿是那个草。然后我就只能帮他铲。他屁股在擦屁股呀。不干净了是吧？你好可爱，他特别可爱，而且他还喷我脸。啊，他吐你口水了？他也不知道吐口水还是打喷嚏了。完蛋。铲屎什么样？没有看到。我拿没有东西铲，我拿纸壳子铲。啊！洗手呢？脸的那个，你知道？让你模仿羊驼的三个样子。脖子把它弄下来。还有一个样子是这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脖子可以扭180度。嗯亲亲，有人欺负我，不是我，哎呀，快保护我，快保护我，我马上给会开。看在我保护你的份上，给我搞一个三连拍，可爱的。啊，一个，还有俩，两个，三个，真好看，狠狠赚到，亲亲，亲亲，看我来一个就是。我现在给你剖析一下那个味道，它就是一种野味。带我们溜达溜达吧，看看你们今天都有，你都设计了哪？我都设计了。餐具什么设计？今天我设计了这个门头，其实是跟那个张爱儿和牙牙一起布置的这个门头。行。
想吃啥呀？给我想吃啥呀？这是啥呀？吃吧。啊、哦，你展示吧。牛，这个表情是等我夸他吗？是的，厉害。不来。嗯？就觉得我厉害。